我现在不是在做梦，对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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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真的真的不是在做梦，对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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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是司徒浩然？当初是谁问我怕不怕黑？又是谁一直用痴汉的眼神看着我的？不能说深情款款吗？就是痴汉。来一个深情的眼神吧。只能自己想办法克服。我讨厌我的身世，也讨厌别人看我的眼光，但是还是只能靠自己克服。所以你就把那个自己藏起来了？就像是月亮的背面是别人永远看不到的另外一面，司徒傲然是被我舍弃的自己，幼稚的自己，怕黑的自己，不够聪明，不够稳重，不够负责。那成长过程中每一个我引以为耻的自己，这是那个你为什么跑到我的小说里？这应该要问你吧。我只知道在坠楼的瞬间，感觉到很大的绝望。我好像第一次这么累，累到甚至我都不想再醒来。虽然我不知道我们是谁闯入了谁的世界，不过也算是你倒霉，遇到了那个连我自己都不喜欢的贺天行。就算是这样，你还是爱上我，支持我，鼓励我，是你把我从月亮的背面拉出来。如果没有遇到你，我可能会一直忍耐下去，说不定哪一天就爆炸了。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过的废柴人生吗？我想要东西。杯子在里面。
跌倒了，也不必立刻站起来。也许也可以试试看，这些躺下。在风雨中，要像个大人。在放晴时，像个孩子。郑少安，有了你，我的世界才能真正的放晴。听起来我相当的了不起。那你要怎么报答我呢？是以身相许啊。何太太，老公，以后会慢慢习惯的。真的只要登记就好了吗？我真的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合约。这就是我最想要的。之前的婚礼给我留下太深的阴影，短时间之内啊，我都不想看到什么婚纱啊、教堂、高跟鞋啊。这么快就学会帮老公省钱了？因为你的钱还是我的钱。当然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我也是你的。以后我就靠你养了。现在有种被卖掉还帮忙数钞票的感觉，是正常的吗？你想太多了。哪有人这样转移注意力的啦？那有用吗？